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看《大乘无量寿经解》第554名。554名，第一行，第一行，从第二句看起，雷震喻也，这是比喻，家乡素云，雷震能骇动物情，不是万物，情是情识。譬如说法戒动无明之事也，取这个意思，这是比喻。又静音疏曰：正法雷者，法无碍智化众生也。唐乙曰：正大法雷，开悟一切。经论里面所说的，这个念老呢做个总结，说综上注解，为弥陀说法，应身如梵天王。言说法要如大雷震，开悟众生，此乃本师赞彼弥陀之语。这是释迦牟尼佛对于阿弥陀佛的赞叹，弥陀讲经说法，音声的微妙，内容的丰富，确实可以帮助众生闻法开悟，其如自信，有这么大的功德利益，所以世尊对他的赞叹。诸佛如来宣说法要，从来没有休息过，这个事实真相我们要能体会到。正得究竟的果位，华严经上所讲的妙觉如来，他已经圆满其如大般涅槃，大般涅槃的境界就是净宗所说的常寂光净土。常寂光在哪里？无处不在，无时不在，它没有形象，没有形，就没有物质现象，没有相，它没有精神现象，它也没有自然现象，所以虽然呢是无处不在，无时不在，我们六根觉察不到，六根能够觉察的一定是有形象，
没有形象，决定觉察不到。啊，所以这一桩事情，佛在《大乘经》上常说：“为正方知。”你没有正德了，你不知道。啊，正德你就明白了。啊，长寂光净土，六祖慧能大师开悟说了五句话，第三句就是长寂光净土。他说：“何其自信呢？本自具足。”虽然他没有形象，你不能说他无。为什么？他能现现象。啊，能现形象就不可以说无，不现形象不能说他有。他所现的形象都不是真的。啊，《金刚经》上的比喻很好，如梦幻泡影，这是所现的现象，不但六道是的，设法界是的，就是诸佛如来的十报庄严图也不例外。啊，所以总的一句话说，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。只要是有形象的，都不是真的，都是虚妄。啊，真的东西没有形象，啊，没有形也没有相，那是真的。啊，它是活的，它不是死的。啊，活的是什么？他跟众生起感应道交，众生有感，他就现象。那么众生什么时候没有感呢？可以说，众生之感永无间断。你说有多少众生？我不起念了，他起念；他不起念了，你起念。变法界、虚空界有多少众生在起心动念？啊，所以这么多的感，妙觉如来通通有应，一个也不漏。啊，于是我们就知道，诸佛如来应众生所感没中断，因为众生之感不中断，佛应不中断。啊，所以常寂光里面永远有这些梦幻泡影的现象出现，啊，它不会中断的，它是一种相思相续相，啊，就如同我们打开电视的屏幕，电视荧光幕上显的这个色相，相续不断，是同样的一个道理。啊，自信说法而如是啊，这个法本来就是这个样子，你要把它认清楚。啊，在所有一切现象里面，只要你不起心、不动念、不分别、不执着，什么事都没有，它一点障碍都没有。啊，就像
不爱心，心也不爱相。性相无碍啊，这叫妙啊！性相不离，性相也如，叫如如啊！菩萨虽然明心见性，他还有无明习气啊，习气不容易断啊，所以还要感佛为他们说法。佛对菩萨最常用的方法是放光，立根一接触光明，他业障就消了，他就觉悟了。这立根呢，上中下三根还不行啊，他是有警觉了。但这个警觉没有帮他开悟啊，所以佛还要说法啊，说法是帮助上中下根，放光是专对上上根人啊，经佛说的，注祖师大德说的，佛与祖师大德对这一句经文的讲法，都引用在此地。啊，综合上面的说法，阿弥陀佛说法的音声，像梵天王一样。像大梵天王一样啊，言说法要啊。什么叫法要？帮助来求法的这些菩萨们，他们听到了，见到了，接触到了，立刻就能开悟，这个法就叫法要。所以法要不是指一种，法要是多方面的，切机切理就叫做法要。啊，切理不切机，这不是法要，切机不切理也不是法要啊，必须得切机切理，其当下之际，不是过去，不是未来，就是现前啊，现前的听众，我们用浅显的话来说，他听懂了，听明白了，他觉悟了。真正依教修行了。啊，所以菩萨闻法开悟，叫三会也。跟小乘不一样，小乘叫三学，戒定慧三学。戒定慧三学是可以分次第的
啊，先学戒，然后得定，最后开悟了。啊，戒定慧三学。大乘菩萨不是的，大乘菩萨闻思修，一念完成。闻是闻法，啊，听佛讲经说法之闻，一听就明白了，明白叫做思，不是听了之后去想，那想就是胡思乱想，越想就要越惑，啊，越错，不能想，啊，所以明白叫做思。用思代表，哎，他明白了，一接触就明白了。啊，修是什么？修是他的烦恼妄念没有了，那个叫修。所以闻思修是一思完成，闻里头有思修，思里头有闻修，修里头有闻思，它是一二三，三二一，它不能分开的。啊，这叫三会也。啊，确实有学有同学把三会搞错了。啊，我在早年，很早了。啊，参加道安法师的大专佛学讲座。啊，老法师请我担任讲座的总主讲，所以我上课的时间就很多。啊，办的最兴旺的时候，我们的同学将近800人，啊，规模相当可观了，台湾。台中到这个台北以上的这些大专学校的学生很多参加。啊，有一天有一个学生来告诉我的女生，啊，她说法师，我明天起就不想来上课了。啊，我说为什么？他说他懂得菩萨的三会。啊，我已经听了2年多了，我就明白了。他把三会意思搞错了。这听了2年多是闻，一定回去去思了。啊，所以他不来了，他回去要去思了。试了以后他慢慢再修，大概就是这个意思。我就看明白，我就问他，今天这一堂课你要不要听？他说要听，今天这堂课要听。我那一堂课就专讲文思修，全搞错了，那是菩萨了，你不是菩萨了。菩萨闻思修是一念当中圆满成就啊，没有间断的。哦，你听了2年了，或是这是2年你闻经，回家去再搞2年就胡思乱想。啊，胡思乱想之后你再盲修瞎练。你不是把菩萨修行的方法糟蹋掉了吗？这哪是菩萨，这连小乘都不如。啊，下课之后我再问他，我说明天来不来？他明天来。他搞清楚了。啊，这个名词术语的意思，那真叫差之毫厘，谬之千里呀。啊，决定不能搞错。啊，所以法要，啊，
法要就是昧，不是定法。啊，用什么方法帮助你立刻就觉悟，就切入，这叫法要。如大雷震，这是形容法要有这么大的威力。为什么？你迷惑颠倒啊，这一震的时候就把你震醒了，你就觉悟了，啊，就大彻大悟了，这叫雷震呐！啊，形容说法契机的威力，啊，帮助众生就入佛之见呐！啊，你看，开悟一切，与一切法通达。明了了，啊，所以这个事情，这是佛才能做得到，不是佛做不到，啊，普通菩萨做不到，化身菩萨就是佛，啊，41位化身大士他们能做到。这是释迦牟尼佛赞叹阿弥陀佛的话。下面说：“八音常妙声。”这也是赞叹的啊！亦复如是，也是赞，就是这个偈颂里面前面这个两句啊。佛于梵雷震，八音常妙声。这两句话是世尊赞叹，下面的话呢是阿弥陀佛自己说的。啊，八音是赞叹如来所得的八种音声。这个八种音声是自性里头本具的，本来有的。迷失自性之后，这八种音都失掉了。啊，这个失不是真的失掉。大乘法里叫迷失，因为你迷失自性，这个音声就隐没了，它不起作用。什么时候觉悟了，它就现前。啊，所以佛法了，要紧的是求觉悟啊。觉悟之后啊，我们的智慧现前了，能力现前了。这八音是能力。啊，属于德能，啊，相好现前了，啊，求佛学佛学的是什么？不可以不知道。简单一句话就是恢复我们自己的本能。啊，大乘佛法所讲的。绝对没有外面东西。啊，经常佛常说，心外无法，法外无心。啊，你只要见到心，心性，万事万法，你完全通达明了了，你一点障碍都没有了。这绝对不是神话了。现在人学佛最大的障碍是怀疑，是不相信。啊，佛经上讲，这都是自己本有的，他不相信。啊，你不相信，你怎么肯学？
你怎么能证得？啊，佛法修学基本的一个条件就是信，所以信为道源功德母啊！啊，信不是信别人，是信自己呀！啊，信自己本来是佛，信自己自信本有如来跟如来一样的智慧德相，啊，一丝毫都不逊色。诸佛如来所有的，你通通都有。阿弥陀佛所有的，你样样都有啊，你不比他少一样啊！啊，头一个要相信这个，我迷了，这个我有的不能相信。啊，佛觉悟了，他有的全相信了。啊，我们得向他请教，他怎么开悟的？希望他帮助我们开悟，啊，帮助我们也能得到自性里面的圆满智慧德相，就如此而已。这叫学佛。啊，前面我们看到，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为十方菩萨受记，受记就是印证，就是给菩萨做证明，你肯定会得到。啊，那我们这些凡夫，佛可以给人受记，给人做印证的，凡夫没这个能力啊。啊，这是学佛同修不能不知道的。啊，我们自己所修所学的境界，请一个人来印证。古时候祖师大德可以给你做印证啊？为什么呢？他真的了慧能大师请忍和尚给他印证，对的。啊，今天确确实实，在国内外有不少人，啊，他们说他证得什么地位了？谁给他印证的？是净空法师给他印证，这胡说八道啊！我自己没有开悟啊，连出国也没证得啊。我有什么资格给人认证呢？那都是假的，都不是真的。头脑要聪明一点，不要被人骗了。现在骗人的事情太多太多了。啊，我在香港以前宗教局的局长叶小文先生，啊，跟我很熟。啊，有一天早晨在一起吃早饭，他就告诉我，国内许多人都拿着法师的招牌在外头招摇撞骗，就这些事情你都不知道，我真不知道啊。啊，他们调查得很清楚，他说由我们政府来处理，那好，谢谢你们。啊，这种事情如果从因果上来说很不好啊，拿着我当招牌，
去欺骗善男信女，这个罪很重啊。我没有叫你去做啊，你自己干的，拿着我的名义去搞，将来果报都在地狱，很不好啊。啊，为什么干这种傻事？啊，信徒们迷惑颠倒，不研究经教，所以你会上当，你会被人欺骗。如果你对于经教通达明了，你一听人家说话就知道是真的是假的，不会上当，不会受骗的。啊，所以我这个假名虚名啊，人家拿去造罪业的时候，我也有过失啊。啊，我们有罪，我有过啊，他们有罪，我有过。啊，这是不是对我好？不是的，这是害我。这不是对我尊敬啊，拿我当招牌，去骗人啊。啊，学佛就是学智慧嘛，学聪明嘛，怎么会越学越笨呢？越学越愚痴呢？啊，天天上当，常常上当，这就大错特错了。啊，那么在末法时期，我们自己修学的，啊，自己要想知道是不是正确，要找个人印证，可以，有必要，找谁呢？找经典。经典给我们印证啊，这个话我也说了多少年，经论印证我们的知见啊，我们的看法想法有没有错误，打开经论来看，跟经论上所讲的相应，正确，经论所讲的不相应，那就错了，用这个来印证，用戒律来印证我们的行为啊，我们的言语，我们的举止行动，戒律做印证啊，所以三藏经典就是给我们做印证的啊，帮助我们学习，同时给我们做印证。如果言语造作与戒律相应，那正语正行啊，我们的思想见解跟经论相应，你是正知正见，佛知佛见，就没有错嘛。啊，别找人，人真人不露相，露相不是真人啊。真人可遇不可求啊。啊，自己来给你说我是什么佛再来的，什么菩萨再来，全是骗人的，哪有这种道理的。啊，他说了就走，那是真的，那不是假的。为什么他不骗人呢？啊，身份说出来他就走了，往生了，你再也找不到他了，那是真的，说了还不走就是骗人的，就不是真的啊。那我们也有人问我，所以有些人说某人是什么菩萨再来的，什么佛再来的，啊，看他修行是不错。啊，他确确实实是个好修行人。啊，那这个解释很简单，经上经论上全讲过了。啊，佛在华严经上不是常说吗？
一切众生本来是佛，那说你是佛再来的，没说错啊，你本来是佛啊。天台大师讲六界佛，就六种佛。第一个是理界佛，就是佛所讲的，在理上讲，一切众生本来是佛。啊，这确确实实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可是现在你迷了，迷了你就变成凡夫了。那凡夫什么？上面加两个字：糊涂佛。我们大家都是糊涂佛，是佛是迷惑颠倒啊！啊，在这里造业受报啊，这糊涂佛。啊，那么第二个佛呢？这个，智者大师说，叫名字佛，有名无实。啊，这名字为中啊，名字佛啊。啊，你受了菩萨戒，你是名字菩萨，有名无实啊。啊，这个很多普遍大他看到都是的。啊，第三种呢叫观行佛，是真正修行的人。啊，他烦恼习气没断，他真修真的依教修行。他学习十善业道，学习三归五戒，学习六波罗蜜，他真干。啊，这叫观行。啊，有观行的功夫，如果修净土法门，他就能往生，生凡圣同居土。啊，观行起也，观行提升往上提升，就是相似。虽不是真的，很像，那就是他修得很好。为什么不是真的呢？他还是用妄心啊，也就是他还是用阿赖耶啊，用八十五十一心处。这到什么地位呢？到十法界里面的菩萨佛，他还没有转世成智，所以叫相似即佛，很像。啊，虽然用的是妄心，但是完全依照经论、经律论呢来修行，啊，修得很像，叫相似即佛。再提升呢，叫分证即佛，那是真的了，是吧？他不用阿赖耶了。啊，我们一般讲转凡成圣，也就是。转阿赖耶成四智菩提，这是什么人？华严经原教初注以上，这法身大师了啊，叫分证说他没有证得圆满，圆满只有妙觉位，分证从初注到等觉四十一个位次，四十一个位次都叫分证佛。啊，圆满了叫妙觉佛，啊，究竟佛，天台大师给我们讲六种佛了，我们人人都是其中的两种。普遍来讲呢，都是一种，就是理界佛。从理上讲，一切众生本来是佛，啊，这一点没错啊，没讲错啊。也不是说假话啊，可是从迷了之后再修回去，那个就有戒断了啊。所以如果不是真修，不是真行真修，就是名字一佛，就叫有名无实啊。古大德常说名字中人，
就是说我修行没功夫啊，没修得好啊，我还在什么地位？名字位，有名无实。那名字位依旧在六道里头搞轮回，啊，那换一句话说，三途苦报是避免不了，啊，到观行才可以说不会堕恶道了，啊，他不遇净土，不修净土，他出不了六道轮回，多半在人间天上，在人天两道，啊，因为他真修。祖师大德这些教诲我们要记住啊，不能是这个上当啊，不能受人欺骗的 啊特别是在这个时代，这个时代是骗人的时代，谁没骗过人，问问自己有没有骗过人。啊，十善业道，每一条都做不到。啊，不杀生，讨厌的时候杀你。啊，虽然没杀，那个念头上已经有这个意思了。啊，像蚊虫苍蝇的更不必说了。他来叮你一下，一巴掌就打死了，这杀生啊！啊，偷盗有没有啊？想占人一点便宜就是偷盗啊！报税，想看看法律漏洞能不能少报一点，这就是偷盗啊！偷国税呀、啊！啊，把占便宜这个念头断掉，这偷盗的心才断了。啊，还有这一点念头的时候，盗心未免呢。啊，所以你细心去想想，这个十善业道每一条都不容易做啊。啊，条条都犯了啊。三规五戒就没有了，全是名字，有名无实。啊，因为十善业道是做人的基础，十善业道统统犯了，做人的条件都不够，怎么能学佛？啊，学佛的条件是把人做好。啊，所以敬业三福头一条。是学佛的基本条件呢，孝养父母，奉事师长，慈心不杀，修十善业，有这个条件才可以受三皈。啊，受三皈五戒，啊，具足众戒不犯违。十善业是基础，所以自己对自己要清楚，要明白。啊，学佛不能离开经教，佛是教育，道场是学校，哪有到学校来不上课的道理？哪有这种学校？啊，一定要知道。释迦牟尼佛在世49年讲经教学，没有一天休息，没有一天放假。
这是教学啊，没有法会呀。佛经上讲的法会都是办班教学啊，是这个活动啊，来学习佛法的啊，称之法会。现在全变质了，我们要真学佛啊！我过去就是德利老师一句话的指示啊，他告诉我，佛经哲学在经典，不在寺庙。啊，叫我找经典，从经典当中学习。这个指示非常重要。啊，跟学校读书一样，你不能离开书本了。你离开书本，你学什么？啊，诸佛如来，他们所修、所证、所传的，通通都在经典上。离开经典，就是离开佛法了。离开佛法，充其量就是名字。学习了，有名无实了，那就不是真的了。啊，所以佛法真实利益，一定要真干。啊，所以这法要两个字非常重要，在今天我们现前这个时代。诸佛如来的法要是什么？就是无量寿经，就是念佛法门。啊，为什么？这一个法的时候，你要是得到了，你真修学，你会成就，你这一生会圆满成就。你修其他的法门，靠不住啊，不能保证的。这个法门可以保证你这一生当中成就。那么如来所得的这八种音声，那这自性本具的梵摩喻经里头有说，八音为第一个最好声，其声哀妙啊，这音声好听。啊，像音乐一样啊！啊，哀在中国古代里面叫雅乐，啊，多半用在祭典里面所唱的这个歌。第二呢，意了一声，就言辞变了，啊，不是很深，啊，你听了都能够听得懂。啊，如果听不懂，那就不能产生教化众生的效果。一定要现前众生能听得懂。这一点要知道。讲经讲给谁听的？讲给现在大众听，现在大众是什么程度？你讲深了，他听不懂，听不懂不就白讲了？
我这个年代，我们出家的时候当小和尚，老一辈的一个老法师，有一个法师讲《楞严经》，照古注讲，很多听众听不懂啊，对老和尚很恭敬啊，恭敬礼拜供养啊，老和尚把他们看作上宾啊，那是富贵人家了，大官贵人呢，老和尚招待他们。这些人说：“老法师，你的经讲的真好啊，可惜我们都听不懂啊。”哎，老和尚很得意，我讲的经，你们要都听懂了，那很值钱吗？你看那个对答很妙啊，听了真妙啊。讲的经没听懂，就等白讲了。听懂的叫契机呀，他没听懂的时候，你的理没讲错，你不契机呀。契理不契机，那就是我们现在讲的废话。契机不契理，那叫鬼话。是妖魔鬼怪讲的，不是佛讲的。我这个讲你很好懂啊。现在人一听就明白。一个是讲鬼话，一个讲废话。不浪费时间吗？理没有讲错，言语呢，大家都能听得懂，这个才有，才管用啊！才能叫大众的理了。所以言辞变了，意了深重要。第三呢，调和声。大小得中，闻者和融，自然会于中道之理。这一句不容易啊！确实，只有明心见性，这些大修行人有这种功夫，普通人做不到。音调和雅音量的中，让听众的时候他能体会到，所以是弦外之音。说的人要有功夫，这功夫听的人也要有程度。没有这种程度，听的人还是印光大师所讲的沉浸的。心浮气躁的人，佛来讲都没用处。没有恭敬心的，对身教有怀疑的，那都非常困难。他本身有严重的障碍。第四个，柔软身，其身柔软，闻者喜悦，舌刚强意，自然如律。
这个我们世间人可以能做到，跟上面合起来，如无合应。欢云观上教导我们，处事借物待人，要如何制止？制止就是我们处事待人接物要用真心，态度要如何？我们一般讲平易近人。对待人平等，自己真正能够谦卑，能够尊重别人，与别人很容易相处。这是处事待人基本的态度。菩萨通通具足啊！第五，不误甚，误是误事，就是错误。言语没有错失，闻者过得真见，立95种外道之邪非。这个95种外道邪非，到后面会讲到。《华严经》跟《般若经》讲96种外道，那种从哪来的？那种是佛教里面的阿罗汉。你看，大乘里面把阿罗汉算作外道，第96种外道，为什么？那是佛法，但是是小乘佛法。如果执着小乘，不再进去了，那就叫它做外道。小乘毕业的时候一定要回小向大，要入大乘，那就对了。小乘就很满足了，那就错了。第六种呢，不女身，其身雄朗，是闻者敬服啊，听到的人尊敬你，服你啊，魔外鬼神。魔王外道听了你说法都愿意来皈依，都愿意来向你学习，这个顺就是向你学习的意思。第七呢，尊慧神，言有威俗，有威严，有严肃，如是尊重，就是世间人对你特别尊重。由慧人生，闻者尊重。有智慧的人，他的音声让别人听到都会尊重和欢喜。为什么呢？智慧人所说的都是正论，没有废话，没有错误的知见。让人听到，你看，智解开朗，听到欢喜。开悟的人当然没有问题，没开悟的人怎么办呢？经书读多了就行。
啊，你常常去念，念多了，印象深刻了，我们错误的知见就少了，啊，正知正见就多了，啊，这个就是四圣法界里面的众生，啊，他们虽然还是用的八十五十一心所用的妄心，可是他天天不离经教，每一天都在学习，所以学习得很像。啊，天台大师称他们为相思即佛。啊，他很像佛，不是佛。不是佛是佛用真心，他们用妄心，他们用真心。可是真心里面全是佛法。啊，虽是妄心啊，它好像是真的。啊，所以四圣法界就相似即佛了。声闻缘觉菩萨佛这四个等级。啊，在西方极乐世界是方便有余土。啊，这提尊慧身啊，第八呢，身缘身，七身身缘，犹如雷震，闻者见证甚深之理。这一条也是只有佛才有，一般人没有。啊，他的音声能震动人心，啊，能震动烦恼，能叫人开智慧。这是《梵摩喻经》上所说的。下面又把应者加详思云：第一个是想，第二个是彻。啊，想是声音响亮。啊，第二个是彻。啊，彻是属于明了。通常我们把清澈连在一起，清澈啊，清净明了的意思。第四个如火，第五个白，第六个是亮，第七个是和，第八个是雅啊，这是家乡四顺。长者说也，深说也。如阿弥陀经曰：其音言唱，无根无裂等等。啊，这是弥陀经上，释迦牟尼佛赞叹阿弥陀佛。其音言唱啊，极乐世界基本的这些教义啊，无根无力七菩提分八圣道，这在凡圣同居图里头常讲的啊，妙身是妙法音身，弥陀具足八音呐，言说妙法了。故云八音常妙声，
这一句就是赞叹阿弥陀佛说法了因身的圆满啊，这是世尊的赞叹。下面呢，这是阿弥陀佛自己说的话了：十方来真寺，无锡之博愿。这个无就是阿弥陀佛啊。从此二句，一直到这一段的末尾，彼称如是刹，皆本师世尊。转述阿弥陀如来所言之法音，阿弥陀佛所说的说的话啊，正是就是菩萨，如本经中十六正是啊。我们这个经一开端，出家菩萨中只说了三位，接着就是贤护等十六正士，十六位，这十六位菩萨是在家菩萨，而且都是在家等觉菩萨，他们的地位跟文殊普贤、观音师至是平等。啊，不是在家人不能成就啊，在家人能成就啊。释迦牟尼佛当年出现在世，也是两尊佛同时出现的。大家只知道释迦牟尼，那是世现出家，还有个在家佛，维摩居士。啊，维摩居士是世现在家身份的佛。你看释迦佛的这些弟子，目犍连、舍利弗，这些人听维摩居士讲经啊，见维摩居士顶礼三拜，右饶三丈，这个跟见释迦牟尼佛的礼节完全相同。啊，所以这一点我们一定要明了，不能说一出家就功高我慢，就认为自己很了不起了。在家人一定要拜我，不错了。佛门是师道，老师弟道。哪个人在台上讲经，他是老师。啊，即使是在家啊，出家啊，在家这个女居士在台上讲经，啊，我们出家比丘要不要给他顶礼？要，他代佛说法，啊，不能说他是在家人又是女众，啊，他不上台讲法可以，上台讲话的时候就不可以，啊，你一定要敬礼。啊，所以上台讲话的人也客气啊，怕是什么？怕不敢当啊，所以把自己讲经台前面放个小佛像，啊，你拜是拜佛，这是善巧方便啊，这也是对的啊。真正大德证了果的那可没话说啊。啊，你真比不上他了。啊，所以佛法是真正的平等法。啊，最注重的是德行修正。啊，其他都在其次。啊，正是菩萨的统称。无者，啊，无锡之彼愿，这个无是阿弥陀佛自称，意为十方菩萨来此，
来到极乐世界，啊，来参访阿弥陀佛，借据殊胜大愿的摩诘之智啊，啊，阿弥陀佛通通晓得，啊，你们每个人的底细，佛都清清楚楚。底细详细到什么程度呢？无量劫来，生生世世，你干些什么？你的所有的资料，阿弥陀佛都看到了。啊，难得了，这次回头是岸，所以阿弥陀佛非常欢迎，啊，欢迎你来。其愿乃至求净土啊，受记当作佛啊。啊，菩萨到极乐世界去拜阿弥陀佛，为的是什么？为的就是这十个字：至求严净刹。啊，严净土啊，受记当作佛。啊，他是来做佛的，他不是为别的。啊，就像《坛经》上记载的，慧能大师去拜五祖，五祖问你：“你来这干什么？啊，你想要什么？”他很不客气：“我想来做佛。”大概。五祖一生也没遇到过这么一个人啊！一般人到佛门来干什么？求升官发财啊，都求名闻利养的。这个人他是来求做佛的，啊！第一天见面，第一次谈话，那个口气就不得了啊！这些菩萨到极乐世界去干什么？是求做佛的，啊，求阿弥陀佛帮助他成佛，求他的将来的那个佛国度啊，也像阿弥陀佛一样庄严清净。啊，这些人呢是求这个，阿弥陀佛统统知道，啊。世诸菩萨发此大愿，弥陀赞之啊！啊，阿弥陀佛赞叹他们了，难得了！啊，阿弥陀佛没说他们太狂妄了、太自大了，没有。为什么？他是真心，他真有这个能力啊，能。有这个条件去看阿弥陀佛，那不是普通人了，普通人见不到啊！啊，众生起心动念，如来悉知悉见，这一句话我们要不常常记在心上。无论你在什么地方，严密没有人看见，你起心动念，佛都知道。瞒不过人了啊！见不得人的念头不可以动啊，见不得人的行为不可以有啊。不学佛的人不知道，学佛的人读的这个就明白了。我们对这句话真正明白了解，还是靠科学帮了忙。科学家知道，科学家告诉我们，所有的现象
包括物质现象，都在不停地波动。啊，这个波动它是不停止的，每一个波动的能量都周边法界。啊，我们讲速度，任何速度比不上这个阿赖耶的波动。啊，我们起个念头，是第六意识的波动，啊，六识、七识、八识，这个意识的波动。我们的物质现象，啊，皮肤、指甲，啊，这些东西，它都有波动现象。波动速度之快，就是弥勒菩萨所说的，一弹指32亿8000年，就是32念8000次，每一次。都周边法界，立刻就周边法界。啊，这是科学家发现的，跟佛经上讲的完全相同。啊，佛在3000年前说的，科学家发现不过是最近30年。啊，才把物质现象搞清楚了，搞明白了。什么叫物质？啊，这个发现非常重要。这个发现呢，我们才真正懂得了佛经上常讲的一句话，说一切法从心相生。我们以前这几个字都认识，都会念。不知道真正的意思。啊，科学这一发现呢，我们这一对比，我们就明白了。你看，他们才发现，佛在3000年前就讲出来了，讲得这么清楚。啊，所以人心地要正大光明。不能有一丝毫黑暗呐、啊！没有人不知道啊！我在讲席里也曾经向大家做过报告：我们这个身体、起心动念，包括我们全身物质现象，像一个发电台一样。我们这个电波的时候，四面八方的遍法界虚空界，还原观上讲的三种周边的啊，第一个周边法界，这个信息发出去，念念信息发出去，周边法界，出生无尽，出生无尽，这个念头它改变外面的环境。啊，这个环境就三种现象：自然现象、物质现象、精神现象。啊，统统受影响。那我们这个身体啊，同时也是接受机器，变法界、虚空界，他们发的这些信息，我们统统收到。啊。通通收到，只可惜现在我们的机器有故障，不是没有收到，因为有故障是没有感应，没觉察到。啊，什么故障呢？就是妄想分别执着，妄想分别执着放下了，故障就没有了，这机器就很灵光了，就跟诸佛如来一样啊，一点都不稀奇啊。啊，阿弥陀佛知道，我每个人都知道。啊，只要你把故障放下，你全都知道了。
啊，下面说了，现在现住正寺，这个现是现在。啊，这么多，从十方来的这些菩萨们，啊，正寺是菩萨，啊，称正寺，也称开寺，也称大寺，也称观音大寺，啊，通通都是明心见性。化身菩萨的称呼啊，四在中国是指有道德、有学问、有地位啊，称这些人为四啊。那么现在讲知识分子，知识分子不能包括四的意思。只能包括他的这个知识丰富，啊，实际这个寺里头包括有智慧、德能、相好，啊，才能称之为寺。愿如弥陀，我们应当要学习。啊，其实这些人跟我们前面所读到的阿舍王子啊，他们那个小团体50多个人，世尊当年讲经他们在会听经啊，听了之后很欢喜，心里都发了个愿，我们将来成佛就要想跟阿弥陀佛一样啊，这些人起心动念，释迦牟尼佛知道了，当时就给他们授记，你们将来一定可以满愿啊，见到阿弥陀佛要跟他一样，见到极乐世界，我将来居住的地方要跟极乐世界一样，这就是愿如弥陀，成就大觉，啊，究竟圆满的觉悟，摄取佛土，要像阿弥陀佛一样。这个佛土不需要设计，无需要人工来建造，一切自然成就。我们这个世界化落天自然成就的，他化自在天自然成就的，往上去四禅18层天全是自然成就的啊，在六道里面都有这个自然成就的现象，无需要施工。啊，第五天天人，第六天天人，怎么能跟极乐世界相比？是极乐世界的一切万事万物自然成就，我们就能相信了。啊，什么成就的？意念，自然的成就。他的意念是48愿，他的功德是5界的修行。这个原因呢，自然成就啊。
啊，我们明白了，我们要在修因上用功夫啊。啊，阿弥陀佛四十八愿，愿愿为众生，没有一愿是为自己的，决定没有自私自利，起心动念都是为变法界虚空界一切诸佛刹土里面的六道众生着想。六道众生可怜了，迷得太深了，迷得太久啊。啊，虽然本来是佛，他现在在吃苦啊。啊，所以摄取佛土跟阿弥陀佛一样，是为戒引众生所用的。啊，首先你想帮助这些众生离苦得乐，你先要把它安置好。啊，有极乐世界可以安置他们，在极乐世界可以学习。啊，阿弥陀佛在极乐世界天天讲经说法，没有中断。所以他成就快啊！极乐世界的人跟我们这边人身体不一样，我们这是血肉之躯，天天要饮食去养他。极乐世界这个身是法性身，不需要饮食啊，它的养分是自性里面的德能啊，自性本具的功德能量啊，这是取之不尽、用之不竭的。啊，所以不需要饮食，啊，也不需要睡眠。那我们讲24小时，人家24小时学习不中断。我们这里要吃东西、要睡觉的时候，你看，这一大半的时间都浪费掉了。啊。这极乐世界好处太多了，啊！佛即知之，阿弥陀佛完全知道啊。故为说如是无上相应之法，以满其愿呐。啊，无上相应两个字重要，就是他们所想的，他们所需要的这个法。就跟他说这个啊，这是满他的愿呢。啊，下面这个说法了，在这一段里面呢，这个念老把它分成三段啊，先看第一段，有一首偈：觉了一切法，犹如梦幻想，满足住妙院，彼成如是常。啊，这首偈子里头很深啊，义理深广无际啊，觉了一切法，觉是真悟啊，大
彻大悟啊。了是了知啊，一切法总该万有之一切诸法啊，遍法界虚空界，过去现在未来，没有一样欠缺，这一切法。大智度论语，一切法呢，略有三种。第一个是有为法，有为法就是有生有灭，叫有为法。啊，相宗入门，从百法明门开始，这法相宗的大乘啊，百法明门就像一般我们世间的三字经一样啊，小朋友上学首先去念它。百法从哪里来的？就是一切法，弥勒菩萨，这是佛门的唯识专家，专攻唯识的啊，他造了一部大论《瑜伽师地论》，将一切法归纳为660法，天亲菩萨觉得660法太多了，不便于初学，把660法再归纳成为100法，所以百法展开就是660法，660法展开就是一切法。百法里面这一百种啊，前面94种都叫做有为法，有生有灭，后面六种呢叫无为法。啊，无为法六种，前面的五种是相似无为，不是真的，但是它不是有为啊，所以把它列在无为。真正无为法只有一个，最后一条真如无为。真如就是自性，真如就是常寂光啊，那是真的无为法。啊，所以第二个叫无为。第三者呢，不可说法。这个不可说法是诸佛如来所证得的大菩萨也有证得，但是证得模糊不清楚，他是入这个境界了啊，不是挺清楚。随着无明习气淡化了，它就越来越清楚。啊，你想十住菩萨初证的，十行菩萨比十住就更清楚，十回向比十行又清楚，十地菩萨比三贤就清楚。啊，到等觉几乎是完全清楚了，接近妙觉了。啊，妙觉位是圆满的清楚了。啊，真正回归自信了。所以在他的境界里面，十八图都不见了。
啊，最后这纯真就是常寂光。如梦幻想啊，觉了一切法了，如梦幻想啊，这个是比喻。诸法呢，皆是虚妄无实啊，如梦，如幻化，如回响。底下挂五，空实回应啊，古人的比喻比这个好。古人讲空过回应，山谷，我们在山谷里面长啸一声，它就有回应啊，叫空过回应啊。那么这三种比喻。都是比喻，它不是实在的。啊，而佛在比喻里头，用梦讲的最多，如梦啊。人生如梦，六道轮回如梦，十法界如梦，就是诸佛如来十报庄严图还是如梦，只有一个真实，常寂光是真实，常寂光里头什么都没有啊，所以一片光明啊，啊，也称之为叫大光明藏啊，大光明藏。就是常寂光啊，什么都没有，他什么都能现啊，所以他不是死的，他是活的啊，什么都能现，所现的万事万物，他有能力圆到所现。他圆不到能现，就今天的科学哲学，他可以能够圆到所现，圆不到能现。能现就是自体，就是自性啊。怎样才能证得能现呢？必须把妄想分别执着统统放下，一放下就见到了，就见性了。啊，凡夫见性难不难？不难，肯放下，现在就见到。什么时候放下？什么时候见到？所以你要问，我什么时候才能成佛？不要问别人，问自己。自己什么时候肯放下，什么时候就成佛。这是真的，这个不是假的。问别人，别人叫你现在放下，你不肯放下，那有什么用处啊？啊，这个事情得问自己。啊，如梦。下面呢，都是陪衬的话。啊，幻化，这也是假的，像变魔术，这是一种幻化的手段。现在科学技术的幻化那就太多了，啊，也很复杂，啊，都不是真的，啊，如回响。啊，似有理无，实在讲，似也不是真的，
只是一刹那之间好像是有，过去之后了无痕迹。大智度论语，如梦者，如梦中无实事。未知为实，梦是假的，在梦中啊。但是你没有醒过来，你以为是真的。啊，醒过来之后晓得是假的，所以觉已知无啊，而还自晓啊。啊，这做了一场梦啊。啊，我们每个人都有做梦的经验啊，所以佛用这个比喻非常亲切啊，确确实实人生如梦啊。世尊当年在世讲经说法，最大的一个单元就是般若。啊，在我们中文所翻译的《大藏经》，最长的一部经就是《大般若经》，600卷呢。啊，释迦牟尼佛讲的。啊，讲般若。这个大单元时间是22年，释迦牟尼佛一生讲经49年，22年的时间讲般若，我们就知道这是世尊一生一生教学他的重点啊，主要就是给我们讲般若，般若是智慧，真实智慧啊！所以学佛学什么？学佛就是学开智慧。智慧从哪来的？智慧是自己自性里的本有的。啊，那600卷般若经讲什么？我们认真把它从头到尾念一遍。啊，这么厚的精装本，24册。真正用功啊，差不多要1年的时间了，这部经读完了。讲什么呢？我总结了12个字：一切法无所有，毕竟空不可得。世尊讲这个讲22年了，真实智慧，对于世出世间一切法不再执着了，你能不放下吗？啊，你不放下，自己吃亏呀。吃什么亏啊？不放下就造孽。这简单给大家说。那造孽就要受报。那你就得搞轮回。你要彻底放下了，不造业了。不造业你就超越轮回了，轮回就没有了。
所以这个世间呢，什么是真的，什么是假的，首先要搞清楚啊。真的我们要，假的不要啊。啊，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。啊，相可以受用，不能执着，不能分别，不能在这上起心动念，你错了。起心动念你就迷了，分别执着你就造业，你就受果报了。啊，那个果报也是梦幻泡影，冤枉受的，就好像做噩梦一样。啊，梦中叫苦，醒来一身大汗，啊，吓醒来了，假的，没有一样是真的。啊，所以佛家的教学，啊，真正的修行没有别的，就是放下。放下就是啊，啊，诸佛菩萨声闻缘觉，这是学位的名称呐，也不是真的。全放下了，你就成佛了，这最高的学位。啊，不能全放下，还留了一点，这就是菩萨。菩萨没有完全放下，啊，阿罗汉只放下少分，轮回没有了，六道轮回没有了，啊，凡夫是坚固执着不肯放下，啊，那就搞三途搞地狱去了。啊，佛给我们说真话，不说假话。又曰：一切住行，如患欺诳小儿啊，说因缘不自在，不救助啊。啊，诸佛如来说法度众生，有个比喻，这比喻是佛说的，如什么呢？如黄叶之体，啊，小孩在哭啊，在叫，在闹啊，啊，佛说法就是什么？那地上捡一片落叶，树上秋天。树叶掉下来，黄色的了。告诉小孩，这是黄金啊，很值钱呢、啊，拿去买糖吃。别哭，别哭，他就不哭了。叫黄叶之体啊，这就是释迦牟尼佛49年说话是干什么？黄叶之体。哦，你得到佛法。哎，效果真有啊！那你这果然不哭了吗？不就成功了吗？啊，你就晓得佛法是什么性质？佛法也是假的，哪来的佛法了？因为你在迷，帮助你破迷开悟，这个法叫佛法。你等你觉悟了，觉悟这法就没有了。啊，好比你有病，我拿药给你吃，病好了，药就不要了。病好了再吃药，你不就又吃出病出来了吗？这就是佛在《般若经》上讲的：“法上应舍，何况非法？”告诉你，佛法不是真的。啊，过河要船，要用船，船是工具，佛法是个工具，帮助你过河的。
过河之后就把它丢掉，不能把船背上去，要明白这个道理啊！啊，过了河了，还把方法背上去，你又完了，你又堕落下去了。你看，这个心得多干净，连佛法也没有。啊，所以真正的道场是什么啊？第一道场，无比殊胜庄严，释迦牟尼佛的道场。释迦牟尼佛道场在哪里？在野外，山林树下，今天在这，明天在那里。他游牧生活，居无定处，喜欢到哪里就到哪里，树下一宿，日中一时，这是真道场。啊，盖上一个寺院，假的，塑了些佛像也是假的，那都是荒野之地呀。你得明白这个道理啊。啊，那么这种庄严道场是接引什么人呢？接引初学的。真正入了境界了，不要了。啊，真正入了这入了境界时候，就住山洞了。啊，山上就搭小茅棚了。确实如此。啊，你看过去在中国大陆啊，名山宝刹，真正修行人呢都不住在寺庙里头，寺庙周围大概走路半小时以上，小茅棚啊，一两个人住，那真道场，真修行。啊，那寺庙的什么？那是信徒的招待所，那不是游行地方，啊，那是戒严大家的讲经说法地方。啊，讲经要有人听嘛，讲经说法地方。啊，经讲完了，住小茅房，不住在那个地方。修行人的生活越简单越好啊！啊，所以这个说一切法呢，说因缘，缘聚，这法就现前。缘散它就没有了，所以它不是真的，一切法通通是缘生的啊，人因缘生法，动物因缘生法，花草树木因缘生法，山河大地乃至于太空当中的星球，没有一样不是因缘生法。中观论上讲得好啊，因缘所生法了，我说即是空，这个我释迦牟尼佛讲，这叫空啊，空不等于无，空说明说它没有实质的本体，没有自体啊，缘聚缘散而已啊，缘也不是真的，缘也是缘生的。啊，你把它看透了，你对它就了解，就认识了。了解清楚之后有什么好处呢？你不执着它了。
啊，你不分别他了，他不爱你的事，你不爱他的事，可以共存共荣。啊，你才在一切法里头得大自在呀！啊，把真正的我找回来了，这个身不是我，真正的我是灵性。啊，世间人讲灵魂，灵魂是在迷的状态，觉悟了叫灵性，啊，迷了叫灵魂，灵魂出不了六道，觉悟了他就超越六道了，啊，那才是真正自己。极乐世界是自性变现。啊，阿弥陀佛本愿功德现前的，他的体是自性，他的相是四十八愿无界修行功德变现的，那是相。啊，相离不开体，体是大家都共有的。啊，相是阿弥陀佛独有的。啊，但是体是我们共有的，所以我们有份啊。阿弥陀佛经营的，我们有份。啊，这就是决定得生的条件。啊，我们自己有份。啊，决定得生，不能怀疑。好，今天我们就学习到此地。